在时间是4:55，出发。我昨天去买了登山鞋，今天开走。我们现在要出发，5:05要去大屯山。还没来。我们要出发了。啊，如果走南西峰要攀岩也是可以的啦，就这样走回来这样。没有，我们如果要走，黑人一直没有想要还账。哦，大屯山1:06，也很凉爽啊。怕太阳，黑人超怕热的，一直在那。太阳一出来，对啊，它就会融化，对。哎，验一下快，这样就喘了，是这样。这边封闭，是吗？右边。Allen， 步道封闭耶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还是无止境的楼梯，阶梯。大魔王，你看，我就说乐乐都比你强。赶快跑！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要冲了，赶快跑哦！他一下就没力了，他其实在原地，看有没有3秒。我以为他会一路冲到我们这。哇！好美，楼梯直到这了，很冷。你终于可以享受到在山上等人的滋味了。对。我有他说他的脚快炸裂了，可以帮你叫一段炸裂，帮你炸裂。卢雅婷，快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的影片都没有Judy。对，没有了。没关系，我没关系 ，I don't care。小路，走吧。不会走这里吗？没有魔王，没有魔王。刚挖出来的。走吧。我们终于可以录到Judy的背影。我们为了Judy走坡路，不走楼梯魔王。真的超舒服的啦，好凉哦，太风了大。Vivian， 我们到你家了。因为你拍起来，放群组说 ，V 姐，我们看到你家了。我们来这边休息拍一张。这个专业的，你好露露。所以你家是槟榔摊。你看那个天空，10秒。对。好美哦！哎，我们只剩300就到了，一整个尾巴那么长，那是凤凰。来看看，整个城市。哇，好美哦！有流汗的吗？还没。看来你们以前的职业都是美发业，尤其是瑞塔。瑞塔，你一定是美发业的，因为你没流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法师啊。为什么耶稣不能上场打篮球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被钉得很紧，在十字架上。我跟你讲，我懂。哎，贝塔，你在用什么？这个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防晒乳啊，我擦了之后真的怎么晒都不黑。好，啊，这个防晒系数是多少？50+++++。哦，50+++++。三个加是最高的。擦起来像50+++++。好，介绍一下你新买的登山鞋。哦，这真的很厉害。多厉害？超厉害！我刚这个的，我现在发现，而且我刚刚我喜欢紫色。我刚走那个魔王阶梯的时候，我的脚踝一点都不痛。瑞塔，你的手机掉了，怎么有个男的在直播？介绍朋友帮我分享他的。待会我们要现场抽50支。
被翻到。拜拜。哎，我现在切过来就看到你了。你很好笑哎、欸，无聊哎、欸。有一个人不是我哎、欸，现在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啦。这个人是我啊。大屯山主峰很好拿哎、欸，七星山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那大屯山我们现在走的话，我们走到大屯坪就好。我们厕所这里，我们不走南峰跟西峰，我们到大屯坪切过去就好了。然后就有厕所了。好，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走、哦，好 ，Go。对对，点点点是还没开放的，它、啊、这个虚线 是要点点点是马路啦。小欧真的不行，就 Go Go 出发。上坡难一点，对啊，七星山那下山真的比较难一点，上山要七星山那个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大哇，哎、欸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哎、欸，你看，你来看这里写什么？过来了，哎、欸，来快点，这个太阳，哈哈哈哈，我休息好了。来啊，放哪？刚刚放的。中了吧？跑起来！是在比赛还是在慢跑？